美国著名流行女歌手 Lady Gaga 以其卓越的唱功和奇葩大胆的造型火爆全球。镜头里的 Gaga 总是以让人意想不到的惊悚造型亮相，这也让许多粉丝很好奇素颜的 Gaga 到底长什么样。近日有微博网友爆出 Gaga 素颜鸡突自拍照，照片中的 Gaga 完全没有化妆修饰，稀疏的眉毛和头发，空洞无神的眼睛，再加上瘦骨嶙峋的面貌，让 Gaga 整个人看起来非常颓废，完全没有舞台上的霸气和惊艳。酷六娱乐新闻整理报道。